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，烫了头发睡觉怕压吗？烫发就是用药水使头发改变原先的形状、弧度和走向。烫发的过程中，药水中的碱性成分和氧化作用会致使头发表层的鳞片遭到破坏，使头发容易发黄、发脆，没有光泽，没有弹性。所以睡觉时尽量把烫的头发铺开或者是趴着睡，避免再次的磨损发质，使它变形